咱给这树起一名字。好，何老师，你来写吧。我来写。这小树昵称叫什么呢？叫什么呢？小象。小象。往生树怎么样？那个往生好，叫走过的都算数。这叫树吧？树儿哦，树根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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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叫树哥嘛，英文名叫 Sugar。 哦，挺好的，糖，甜蜜，幸福。行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行，那就叫树哥啊。嗯，树哥儿，儿子儿，树哥。树哥，树哥，好，种树人写上名字，对，树哥。我说树哥，就写一个字就行了，对。我写张还是写星啊？星嘛，或者写帅也可以。张嘎，张嘎帅。妹妹写一个，我写凤凤。那我是鹏还是唱鹏啊？那肯定是鹏啊，因为叫你鹏鹏啊。他未来可以长这么高吗，师傅？六月啊，看他造化吧。二十那谁说得清楚啊？未来我们这个牌子，如果他能长那么高，他就到那个上面去了。你看，对，那可是不得了。我们跟树哥合个影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好冲着这边吧，就这，就这儿，来。好嘞，谢谢。走，朋友们，走。树哥，再见了，树哥。树哥。